你说这喜欢和爱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喜欢是你觉得他很好看，很可爱，性格温柔，所以你喜欢他。你跟他在一起呢，也是完完全全开心的。那爱是什么？爱是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其实当时他吸引你的那些点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你觉得只要是他就行，可能他的身材不太好，性格也不好，缺点还一大堆，但是你就是离不开他。喜欢是渴望把一切好的东西分享，喜欢是想靠近，而爱呢是离不开，但爱也是愿意把坏的东西一起承担。喜欢是一类人，而爱是一个人。喜欢是和优点谈恋爱，但爱是和缺点过日子。所以爱不单单是一种感觉，更多的是一种责任，一种担当，一份责任，更是爱的支撑。爱一个人就好像爱上了一只鸽子，鸽子越飞你就越难过，但是你还是希望它能够越飞越高，这也许就是爱吧。